部对疫情的迅速蔓延深感忧虑。他表示，一旦目前的疫情无法平息，我们要做好迎接最严峻挑战的准备。社会医院还与政府合作共同抗疫。圣女马尔大医院院长托马斯助理表示，不仅是班加罗尔，我们要为整个卡纳塔克邦的人民服务。新闻报道播出网站，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播报。听众朋友，现在请您收听《日常三分钟》的沈涛。